伫公山上聚集二三千，又来望阮弟兄枪伤军士五千里。阿妙，你将幸福看得太简单了。伊就是当今真正的天子枪，是吗？一箱拼枪，更是还魂灯笼，受风之人。咱今日拼强力十仙之人，高车反手下，上飞天不动之身。哦，我只是我看轻敌了吗？哦，高天威手握匕首，直接公开在线，铁砖牛。金虎来吧！哦，随着一丘门枪，是如流光。哦，哦，来用攻势不容春秋，不留先机。你将天师世界的精神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魔力勇将，你有纹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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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千鹤，哦，木分无雄，攻向战神。既然孤身再有对手，就交灵魂，攻势再出。哦，哦，千鹤，千鹤。对手分子，孤身一时反应不及，眼前竟是蒙混，竟是双出之。最后之中，第二回。都就一定哦，是吗？魔君的体力有限，必须尽速解决。我已在招，游戏结束。这个魔君天阳有求，只要一步尽速移位，我目击威风秋。四中五七雷，点名之刻，生死交关，郭千雷脑海所浮现，更是最思念的人影。郭千的总司你不能丢下，大哥哥，紧站起来！哦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哦，哦。跳起来，简单的三字代表一段无法挽回的地图。一时今生不再悔恨的无情，此时奋力提升，再压地球。好、哦，既然天子地球不明，无情心事今见鸿蒙。好、哦，是金军的最高境界。天之枪、地火枪，最凶狠的两套枪法，杨戬东西出招。是。哦。武棍贴了虎孙未动，无法再进。如虹，相公该已无力再进。哈哈哈！那就只好引灯进身。你想继续第四进？不错，如虹最后的参战人选就是我。
又该有水灵对抗暗影。呼，三天游，此地地属最有不幸，松快。牡丹牛都是要为魂魄。魔君，为妖怪之意。